拄只敢若讲咧欢喜浪浪的问题解决啦，我煞无咧想爸是安怎会出手，我就是无想要麻烦爸啊。啊对，我本来有代志要请教哥，结果我就听到伊敲电话讨救兵，哥离开了后，我直接去找爸。你讲啥？建设公司即摆派人要替浪浪付生源，啊安杰死守在遐唔肯退哦。哥因关于动保处替安杰录物件，啊不过应该是袂好，我是烦恼安杰到时危险。未遐严重啦，副总亲身出马，公文恁已摕着。安杰个性你也是唔知影啦，伊若是甲人讲袂顺声哦，绝对甲遐拆除大队用硬拄硬啦。爸，伊列材料先落个归去，甲台北落来，安尼问题就彻底解决啦。安杰就是无希望麻烦董事长，唔才会超过伊条件。即马上重要的是看有啥物哦办法来当解决问题，啊，我袂让安杰无欢喜啦。这是建设公司的艰难，这是宏图建设的造镇计划。我查过啊，你的主部无遐尼粗，伊买迄块地是第一个建地。啊，这块地就是浪浪富生源嘛。我想，伊年真希望甲大公司合作，安尼才当甲迄块地继续开发落去。所以，才会主动甲咱永兴集团接手。啊！经过我考虑以后，一来咱公司会当接这个大 case， 啊，二来阁会当替我查某囝解决问题，安尼就是一箭二鹤。我相信爸比任何人阁较清楚民警怎个代志。安杰是台下干部的人，卡叔爸出手救委员区的浪浪，安杰绝对心甘情愿。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。金明啊，随个宏图建设联络。是。爸，南寮光影现场报安杰。哦，进去进去。爸。对了，爸，这个代志成功了后，希望爸卖给安杰讲，是我出的主意。阿老婆，我才拄立了这个家，就掉到安杰的地雷，我烦恼。怕白我嫌没有感情啊！哦，有啦，哎，啊你哪有出什么主意啦？啊，你就是刚刚来报备啊你啊！啊，爸，你甲富生源迄块土地买落来，是不是有啥物条件？直接讲，嗯。好好好好，先卖讲咱是白阿囝啦。啊！你对一个救命恩人有这款态度，甲口气讲话安尼感觉啊？啊，一句多谢就无。讲多谢是爱害，我想过了解你啊。你一直拢甲阮家讲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无直接甲二哥讲好清楚，你就是给我知影了后，会拒绝你的帮助。啊，阮姚小妹拢无清楚，是要甲你讲啥？我甲你讲啦，这件代志真正是安尼痴迷，加去毒着味啦。啊！就拄阿好，宏图建设头家要来找我讲合作啊！造镇计划是真大个 case 呢，啊！啊，为着公司的利益设想，我哪会当拒绝啊？有没有？你讲对无？刚好头一期的土地就是咱人园区啊，当时政府答应甲合租，都话语权，安尼唔只会付，叫伊卖拆。既然你知影爸爸有甲你斗三工啊。阿你你嘛知影讲，爸爸一个真大真大的心愿。我阿爸。安杰啊，你先莫急喘啦，啊！你着先来公司哦，甲恁大兄甲二兄斗三工啦。哪有人安尼？你之前明明讲你袂勉强我。我唔是要甲你拔掉的啦，你若真正袂惯势哦，我绝对袂甲你勉强啦，啊！啊，唔过，卖过也唔过啊啦！恁二兄哦，拄才连做几钟呢？哎，公司规个拢无成嘛，你着当作甲恁二兄斗相共，啊，两个兄妹哦，做伙扶持，做伙打拼，安尼毋是真好？爸，今日要甲安杰安排伫个温瑶新湖边，
安姐，其实我甲伊共款，自由惯习啊。过去我无得做这种在办公室的工课啊。今嘛我有物件要真多，你也留来公司哦，我嘛感觉较安心啊。啊，若无你当作是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你干爸根本是一个当家一个倒头，拢讨好好的啦。 你来啦！啊，我就去测试巴士啊，想讲要坐个点心，让你爸爸吃。安娜，你是不是在讨论要安一个礼拜公司哦？当时店员为着要解救浪浪园区，差点嘛把人的建设公司买落来，今嘛把安一个拖连接啊。哈哈，这好代志啊，加我一票，我赞成。<笑>妈，我一个出队两个，就已经讲袂赢啊，我搁徛伫迄边。 哎，你嘛较有良心嘞，啊？你爸爸当年为你迄浪浪园区关怀一钱嘞，迄是为着要节税好无？啊，伊嘛是咧做啊。那恁爸爸感觉甲你讨人情？而且这届哦，替你解决你上烦恼的代志，安尼你唔都有好骨子哦，啊，替公司哦尽一点仔心力，这下全合理啊，啊？我歹听，先讲头前哦。 浪浪迄边，我平常时嘛是会过去行行看看，若是有需要斗相共，我嘛是会去哦。来来来，这无问题，无问题哦。只要莫去影响到公司的代志，爸爸绝对袂甲你限制。这是你家己讲的，你袂当阁反悔啊。嗯，那我虾米时阵捌做公益去做公益的代志啊？你嘛在好地做公益哦，我是替规家伙仔累积福报呢。那呢，我们要多谢小妹，互我面子啊。我还是看到浪浪面子。 这不是的。好啦，啊，对，今麦开始哦，恁两个就是同齐部门啊，啊，爱互相照顾，知无？安姐，你要今朝去企划室，实在见。今麦就要去，拢唔要互我休喘一下哦。嗯。好啊，去就去。爸，阿姨，那恁我今麦过去啊。 无什么代志，我先来。我先刷，上马去停车场。好，阿婆先来去，阿、啊、你点心要吃？胡爷，多谢你的点心啦，阿妈多谢你给我倒上缸，说好安静啊。好啦，先来走。 董事长，拄则我无方便插嘴，兼顾我有一句话，想对董事长讲。啊，你什么时阵甲我讲话对我安尼吞吞吐吐啊？因为这感谢你温柔。好，你讲啊。温柔在当时长偷救兵的时阵，伊特别讲，要利用这个机会，甲安杰救倒转来公司。 要唔过好人一做，歹人互你来做，这都。这讲有啥物问题啊？啊，都是在温柔的时阵，感觉讲伊这人热心，佫善良，兼顾看起来无遐尔单纯哦，热心机，带真当的。哈哈哈，金妹啊，咱甲人讲生意的时阵哦，敢无用心机啊？啊，啊，这你嘛内行的。 安内讲一句话，伊是甲心机用伫咧厝内底人身上，而且伫遐短时间，就当甲宏图建设伊底下母甲清楚，甚至条项会到了当诶，随答应合作，袂输，袂输啥物？总讲一句啦，敢若所有一切，拢伫诶掌握之中。 无意中控制着，但是会发展。安尼是够安怎啦？第一，伊替公司找到新的财源；第二，伊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。我真正真欢喜，嘛真满意。那你恐怕是啦。因为啊，你莫胡白想啦。
啊！那我看你来，我要这个囡仔欢迎真紧，啊嘛知影变起啊，不过是安尼财管硕士毕业的哈，真紧就当掉到市场的苦涩个事业。但是已经失散意，我感觉，连这款部署的人，应该是心里就有老焦呢。那无重要啦。 重要是结果，就亲像拍篮球同款。哦，球若是无入哦，姿势搁较水，遐也无效啦。啊，球若是有入，就算讲姿势搁较歹，遐嘛是得着分数啊。赢才是上重要呀，敢毋是？是啦，当时电话咧讲嘛不利啦，希望你莫想讲我是伫咧西人啦。嗯，咱是老兄弟呢，哎。 我家己困到八朝，家己大汗大症啊，家己免注意物件食，乖叫八姐服务。哦，以后我会给注意啦。阿哥，你要不要啉一寡水来解酒啊？我替你泡哦。免啦，我那好意思。你今仔大工程嘞。 替咱公司有成立，阮爸爸的心愿。啊，不过你可能阁毋知影，宏图建设一直是咱永兴集团的竞争对手，毋知影爸是用什么好的条件，甲了咱交换。 宏图建设一直是咱永兴集团的竞争对手，唔知影爸是用什么好的条件，甲了咱交换。爸，敢是跟我讲安尼啊？你敢有牺牲什么利益去交换啥？无遮尼严重啦，爸爸哦。 我即马得算盘啦，正讲啊，你消息我不只领导哦，还是宏图这这边拢甲你讲的是吗？我讲我是永兴集团的副总，啊，甲客户交陪应酬时阵，加减嘛听一寡有诶无诶消息，着着，真正常啦。啊，是啥吧？ 家己要起步嘛，头壳愈来愈戆，有先倒来帮伊休困。我都莫叫了，恁两个表囝，不用感情的时间。